好，接下来我要示范 Vivo Next 的双萤幕版，它这次多了超级夜景模式。那我首先用一般的拍照，然后来拍一张。目前这边是完全无光的环境，所以我找一个这样子，啊，然后这个场景是只有一点点微光，我先拍一张。好，那再来转到夜景模式。好，可以看到夜景模式它的视角范围其实并不会改变。那它差别在哪里呢？我按一下快门，这时候会进行大概4到5秒的手持夜拍，然后点开来看一下成像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成像有这样的差异。这是一般的模式，这是超级夜景模式，放大看一下细节。它把 ISO 拉高，而且刚刚我手持的4秒到5秒嘛，它的细节还是保持得很清楚，并不会晃到。那这是一般模式拍的，同样也是拉高 ISO， 但是因为少了那4-5秒的曝光时间，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亮。好，这是超级夜景模式，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异。好，两张来对比一下。好 ，OK， 这是 Vivo Next 双萤幕版超级夜景模式的差别。